2023年5月12号拜五早上4:50，第22次酋长炎有准还没叫，再叫越来越早起床，人家4:30就到了。在朝鲜政次，接下来三天呢，等礼拜六、礼拜日天气会比较不好。回来，但有只青鸟已经回来。这的确太暗了。现在几点？4:55。4:55还是太暗了。目前看到只有一只，这是今天的月亮。这是母鸟，没有看到公鸟。大宝也没看到，好，这爱手都30万。来找一下公鸟，啊，理论上不会在这，大宝也没在这。哎，上面有一只啊，这么可爱，这位置是绝佳位置。现在看到两只了，先是肚子饿的叫，